老四啊，老爷给你买这件衣服好不好看？老四啊，老四，等你结婚的时候，老爷把这件衣服给你套上呢啊，太漂亮了，哎呀妈，太英俊了，老四啊，老大，你看老爷给你买的裙子，等你结婚的时候，老爷把这裙子给你们套上啊，多好看呢，哎呀妈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，老大啊，我还给你们走伴郎了呢，伴郎呢？哎，伴郎，伴郎呢？伴郎，哎，伴郎，哎，伴郎呢？小明啊，你就穿这件衣服当伴郎了啊！啊，挺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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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多合身啊！哎，行行行行，不是，我觉得挺好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小明，我辛苦了。啊，辛苦了。好了好了，辛苦辛苦了啊，挺好挺好挺好，这太合适了，小明。就想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，我不想知道老大怀了几只，我就想知道老大有没有。我就想知道现在老大有没有几只无所谓，一只两只都行，啊，关键是我想知道咱家老大能不能给咱家 Seven 延续他的后代，啊，如果老大要是不行的话，兄弟们，咱们只能靠老四了。老大不行的话，咱只能靠老四了，别人白扯了。啊，就这么两个最贴近的、最亲近的两个，就他们俩了。老大，你要给加把劲儿，老大，你要加油，给米饭，老大来，给米饭，给米饭，老大，给米饭，啊，能不能给妈妈留个后啊？啊，老四不是生了吗？老四那生的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你瞅瞅这什么玩意儿？啊，兄弟们，老四生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能给三位传宗接代呀？啊？问你呢，兄弟们，这能给三个传宗接代呀？啊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怎么也是白色的，或者是黑色的？你整个不白不黑，整的跟巧克力似的，那玩意儿啥呀？那三个身上也没有巧克力色啊？俺家三个身上也没有巧克力色啊？就是那整个巧克力色的小迷糊，那什么玩意儿啊，跟俺三位也不搭也不配呀、啊、跑偏了不得呀、啊。